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TypeScript。今天咱们的标题呢，大家请看数组的使用。啊、呃，首先说，咱们不光是 TypeScript 啊，在任何一种语言当中，都会有数组的这种数据结构，非常非常的常用，没有之一。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啊。好，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：第一，数组的定义方法；第二，数组的使用方法。闲少序，马上看。首先，数组该如何定义？ 咱们用这个语法啊，大家注意看。首先跟着 let，就是让让什么？让我定一个数组，怎么定义？let 空格后面呢是数组名加冒号，然后再跟上一个类型，你是整形啊，是对象啊，是数值啊都可以。最后大家请看，再跟一组中括号，表示表示什么？表示前面咱们定义的这个数组名是一个数组类型，后面呢是一个初始值，咱们给什么内容？ 呃，如果说没接触过数组的朋友来说，听着我是不是在说天书？没关系，马上看例子啊。定义数组怎么定义？比如说，咱们先写 let 空格，我定义一个叫做 data data 的数组，可以吧？这个数组的类型是 string，是字符型，是一个字符型的数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后面加了一个中括号。然后呢，初始值我这画了一个中括号，里面呢分别敲入，因为是字符型嘛，所以说我分别敲入 Java 逗号，然后 Ruby 逗号，Kotlin 逗号 d a t 逗号。 啊，这是四种语言嘛，对吧？我定义了一个字符型，存储了四种语言的数组，该怎么用？咱们马上实际跑起来看例子啊！我在这个地方建一个 test 点 ts，可以吧？没问题啊。然后把咱们这个代码拷过来，因为我在虚拟机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的慢啊，实在抱歉。好，拷过来。好，咱们大家看一下，我拷过来了什么？ 第一行备注没说的，第二行定义数组方法，第三行把咱们定义数组里面所有的内容把它打印出来，马上运行。开一个终端，然后咱们直接敲 tsc 空格 test 点 ts 一回车，如果没有错误的话，没有错的话，它也什么都不提示啊。然后直接 node 空格 test 点 js。哎，我在敲这个 test 点 js 之前啊，咱们看一下嗯 js 生成的什么内容啊？ 他给咱们编译完的东西，大家请看，哎，好像比刚才 T S 简单一些啊，不规范嘛，对吧？所以说把 G S 关掉，咱们直接回车运行，注意看，哎，出来了吧？出来什么？出来就是说，咱们定义这个 data 数组里面的内容都出来了啊。OK，没有问题，数组定义成功，同时正确显示。接下来，接下来给您讲到数组的下标什么意思，我把它拷贝过来啊。咱们数组这个对象里面有几个元素？ 有四个元素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们该如何引用到其中的某一个元素呢？哎，咱们需要给它定一个下标，怎么定义？大家请看数组名，然后呢跟一个中括号，中括号中括号里面是咱们要引用的数值的下标，从零开始。稍等啊，咱们一个个来，我把后两个先屏蔽起来。好，请看，我要打印第零个，也就是物理上的第一个，对吧？逻辑上的第零个，咱们打印一下数组里面的第零个元素，看是什么。好，马上编译。 有点慢，成功，然后 note 运行，来、哎，大家请看,看出来是什么？Java 是吧？为什么出来的是 Java？是因为它是我整个数组里面逻辑上第零个，物理上第一个元素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咱们一共有几个元素？咱们数一数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共物理上有四个元素。那么逻辑下标最大值是多少？是三嘛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咱们再再打印一个逻辑下标是三的数组内容，应该出来什么？应该出来的 d a t t 对不对？d a t t 也是一种语言啊，它用于开发这 Flutter。 哦，咱们有是这样，以后以后有机会吧，我给您讲讲这个 Flutter 的开发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、挺好玩一件事儿。而且，呃，我最近可能要有一个这个 Google 的在线直播，专门讲一下 Flutter 的框架，有兴趣朋友可以听一下。但是北京时间应该是深夜啊。好、哦，咱们闲少叙，马上运行，看下标三出来什么内容啊？编译，编译完之后，n o d e 运行，大家请看，先出一行 Java，再出一行 Dat，没有问题吧？那么有朋友问了。 我这是物理上有四个元素，对不对？那么最大下标是三，没有问题，对吧？那么我如果在这个下标位置敲比三大的数字的话，该显示什么？会不会报错？是编译报错还是运行报错？OK，这个问题您问得很好啊，咱们试一下啊。打开我，当然了，这个位置啊，我输四，我只要输比三大的就是一样的效果。咱们试试啊，我先来个四，然后编译，注意看。 编译通过没错误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编译器的时候，它不知道咱数组有几个元素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运行时，注意看，回撤。它会报未定义，它并不抛例外。一般在 Java 中、在 VB 中、在高级语言中，在处理这种时候，它就会抛控制帧、抛例外，对不对？哎，在咱们 JS 当中，或者说在咱们 TS 当中，这个地方只是说，咱们这个数组 data 下标为四、物理为五的这个数据未定义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追加赋值，我把它拷贝过来啊。什么意思？咱们看一下，呃，我定义这个 data 数组里面有几个元素？四个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想再加一个行不行？比如说，呃，我想再加一个世界第一语言，这不能说世界第一语言啊，我再加个 P R P 行不行？行，怎么加？那就最大下标加一，四。 这个位置，我让第四个位，这应该是物理上第五个位置，逻辑上第四个位置的这个值变成 p r p 那么我就强制这样赋值，就能够加进去。那么好，我呢把下标为四的这个值赋上 p r p 然后咱们输出整个数组的内容，同时再输出咱们刚刚加入的下标为四的这个值的内容，看一下出什么结果啊？是不是咱们真正的往数组里面加了一个数据？看一下啊，马上运行，编译。 好，然后 node，大家请看啊、呃，这行是新的数组内容，大家注意看，在大的后面是不是多了一个 p_r_p，没问题吧？下标等于四，然后呢，咱们直接输出下标为四这个数据出来了，p_r_p，没问题吧？OK，数组真好用，是不是？那么接下来有朋友又问了，问什么？我把它拷贝过来，咱们再说。有朋友问什么？有朋友肯定会问，你这位置写的是四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怎么知道这是四？我这想写五十。 二十行不行？更大一些，因为这四正好和这个最大三接着嘛，所以说咱们看起来哎非常的舒服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能不能比四大？我直接赋值，我这写个十行不行？我写个一百行不行？行，咱们试一下，看看出什么结果啊？按理说，大家请看，我这位置最大下标是四了，对吧？我要再赋值，再追加赋值，我这应该写五，对不对？不，有朋友说我就要写个大值，那咱们就试试，我写个十，看它出来什么结果啊？请注意看，很有意思，马上编译，稍等，我蹲下盘。 好，然后马上编译，Go，OK。Go! Okay, 然后注意 Node.js，我先别运行，我先 CLS 清下屏，为了让您看得清楚。好，然后把窗口拉大，然后 Node.js 执行，注意看去哪儿了，这儿呢，回车，大家看，嗯、呃，出来一大帮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。 因为我是加的下标等于十，十和四之间有五个空元素，所以说它这地方呢，加了五个空，然后这个下标为十的这个元素的内容还是够，没问题吧？哎，这就是 G S 给咱们提供的非常灵活的地方 换句话说，咱们想怎么加数组，想怎么加下标都可以。但是呢，这样写的话，肯定不便于您这个代码可读性，以及不便您这个数据结构的组织。我建议您在加数据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，咱们还是按照最大下标加一的情况进行追加数据。OK。 以上呢，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TypeScript 关于数组的定义以及使用方法的内容，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？应该不是很难。然后我的代码呢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，我的视频呢会传到优酷、u b 五，包括 B 站供您下载观看。OK，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您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